解一个全新短剧全新升级玩法，短剧分销 CPS 项目十套教学，多方式变现，让你轻松赚取收益，几乎是零成本的一个项目，适合普通人操作，一个人一个手机就可以操作，适合所有想做互联网项目的人群，大学生、上班族、宝妈啊等等都可以操作。项目门槛非常低，但上限非常高，做得好的话啊，一千是几千的收入没问题，普通的话一天三四百、两三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四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，项目介绍、素材获取啊，项目的这个实操还有变现方式都有讲解，视频都不是比较大，两三百兆、一两百兆、三四百兆都有这个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这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全新短剧啊，或者是短剧分销 CPS， 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